姥姥，你看我给你摘的桃子又大又红，可好吃了。你小子，咱家都没有桃子，你在哪里摘的？哎呀，你别管，吃就是了。你不说清楚，姥姥是不会吃的。是谁摘了我家桃子啊？你小子，是你干的吧？人家都找上门来了。小孩子不懂事，给你惹麻烦了。不用了，拿回家给你家小孩吃。你吃，给你家小孩吃。小外甥呐，以后不能这样了啊！姥姥，我知道了。知错能改就好，待会姥姥给你做个羊排吃，好不好呀？好呀，好呀。姥姥，看，我再两只螃蟹。啊，你小子真会宰嘞！小外甥。姥姥，你天天给我做好吃的，我还惹你生气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在得物上给你买了件衣服，里面衣服鞋子款式特别多，可以线上试鞋，还有活动，很划算的。好了，姥姥知道你有孝心，赶紧吃吧。姥姥，这羊排真好吃啊。抖音。